如果我今天需要把它合并在，也许在一样哦，这个 I 2的这个位置，那我要抓什么？如果一样利用什么？利用那个 index 函数，我要再把它合并回同一栏。现在是四栏，我要再把它四栏的位这个东西，再把它合并成同一栏的话，那我用的是 index 啊。假设用 index 函数啊 ，index 里面的话，它第一个会跟我要范围，那我范围是这个范围。啊，这个范围把它选一下 ，OK， 第一个，第二的话呢，一样哦，把它做那个锁定，啊，不过这个地方其实只要锁列就可以了，好，也就是我这个范围，如果我希望向下填满的时候，它自动再帮我合并，本来四栏变成一栏，好，那当然第一个哦，你可能会需要什么列，哎，哪一列，好，列的讯息，因为我把这个选这个范围里面哪一列呢？基本上哈，其实它一定是，第一列。然后第几栏呢？第一栏。然后我旁边这边有一个讯息，有没有？一，这个指的是什么？你会发现哦，其实它的列哈，应该就要是追栏的这个，它一定是四个一，四个二，一直往下哈，都是四个四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同一列嘛哈，列的讯息呢一定是同一列。然后再来栏的部分的话呢，基本上哈，它一定是。这个一二三四，为什么一二三四换下一个一二三四合并出来的话才会是我们要的，所以这个当然我旁边已经先做好了，好，所以未来呢，如果你要把它合并在一起啊，当然你可以怎么样，先在旁边做哪一列，这个是哪一栏 ，OK， 好，按确定之后哈，其实基本上哈，你做完之后向下填满，放开有没有？它基本上哦，又全部帮你合并完了。不过呢，前提是这个啦，这个一二，这个哪一列哪一栏的讯息啊？当然，我这个地方呢是直接哈，先已经在这边先填上去了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用那个比较好的方式啊，自动产生的话，那当然你可以先自己填上去啦。最简单的方法应该会填吧哈，反正就向下填满嘛哈，四个，四个，四个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几个，不过这里还好，资料量不多。你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可是如果资料量多的时候呢？有没有什么方式？假设哈，我们的需求是，它要能够自动产生四个、四个、四个、四个，而不是用自己这样慢慢拉的哦。OK， 第一个问题啊，第二个问题是我如果希望产生一二三四、一二三四、一二三四一直往下的话，那这个又要怎么做哈？那当然呢，这个地方呢哈，提供给各位几个讯息，第一个。如果你要产生每个都四个，它会自动累加的话，那你可以用什么？用刚刚讲过那个，比如我这个地方，假设我不要这样子，不要手动自己来，而是要怎么样？用那个第一个哈，你可以用，因为等一下你会向下填满，向下填满的话呢，哪一个会增加呢？其实第一个你可以用 row 函数，那 row 函数呢，它当然这地方哈会是第二列啦。不过呢，如果今天呢哈，你希望它每四个增加一个，每四个增加一个，那你可以用一个方法，就是除以四，那假如除以四之后的话，你把它向下填满，有没有？它会一直累加，不过呢，它会有小数点，怎么办呢？外面再包一个 int， 取什么呢？取它的整数，那取整数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向下填满，它会有规则性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个11112233333有没有？它自动有出现了。那如果我要到8的话，有没有？不过呢，它会有个问题，会多两个，那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哈，你可以怎么样呢？把这两个哈减掉，那你可以在 row 后面呢减掉2，有没有？减2打勾 ，OK， 向下填满。不过减哈特别重要。记得要先减哈，所以记得在 row 减二的外面，请你先包一个什么小刮胡，先把它减掉之后。不过减完之后它变成零了哈，所以你会发现它变成零。那如果我今天往下填满到这里好了，到七，这两个其实不用。好，那它会怎么样？它会少一嘛，所以如果你要再增加一的话，后面再怎么样加一，打勾。好，应该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了。
下下填满，哎，一到八有没有？这都完成。OK 哈，所以应该可以看懂这个公式吧？你可以哈，主要是利用 row 来做 ，row 怎么样？哎，每四个每四个，所以你可以除以四，外面再包一个 int。那如果说它多的，你就把它，哎，它少了，减二，它再加就是，哎，列号哈，它把它减，哎，就是向下向上，反正你这个退就是最后呢，可以把它做出。类似像1到7哈，那第二个是说，如果说我今天1234的话，那这个规则要怎么？当然我现在已经自动产生了。如果我不要自动产生的话，那我用什么方式可以刚好1234？其实这个也是用什么呢？用那个 row 哈，其实也可以把它变出来。那这边我用什么方式来把它变出来？第一个 row 的话呢哈，如果刚好1234134的话，哎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刚刚是用除以四的，那这个地方你可以配合一个叫 mod 求余数插入函数把那个 row 剪下来，放在有一个数学三角里面有个 mod， 这个 mod 呢，它主要的用途就是求什么呢？求你给它的值除以多少之后的余数，比如说呢我刚刚那个值啊，假设我这边若我现在是2嘛，2除以多少？除以假设我4个 ,1234,123, 那我每4个做一个变化的话，那我可以用除以 4, 除以4之后呢 ,2 除以4余多少？余2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呢，那当然它这边会是 2, 那如果说我往下 ,3 除以4余3嘛，那4除以4整除就0。OK， 那不过这个地方当然还不是最后的结果，你可以先向下填满，拉下来看一下，你会发现2301230，好像有点接近其实你可以怎么样，再把这个 row 怎么样，因为它多2嘛，我要从1开始，你可以先怎么样，减掉，跟刚刚一样减2，减2之后的话呢，一样向下填满，它是0123，0123。那如果我要让它是什么1234的话，其实最后一样可以怎么样加一，加了一之后的话，本来0123加一之后变成1234，所以